王菲在2010年央视春晚演唱一首《传奇》，让李健在整个华语圈打响了知名度。近日，他又赴台拍摄歌曲《向往》MV， 在35度高温下上阳明山擎天岗出外景，导演要求他不断在大屯山主峰的阶梯来回奔跑不下20次，衣服湿透，率性他索性脱掉湿透的衬衫，改以 T 恤上阵，却意外让女性工作人员发现他结实的胸肌而兴奋尖叫，让他害羞不已。美妙音乐此次特别找来曾帮陈绮贞、张震岳操刀的导演杨秀敏，为李健量身打造《向往》MV。他擅长以意象的操作为歌曲延伸张力，更为《向往》的弦乐气势增添了无比的想象空间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